事，等烫。等烫。那能。我妈买的地垫。看看能不能。这个。粘上了。胶布啊，不是胶带。妈，这也不小啊。一米二，到门口呢，够用啊。那你那是多长呢？哪个呀？你这门口也得有一米二。他那都绞了。跟我买的门口不一样呢。出锅了。啊，等一下。你整啥？我还说了，我跟那豆包。还有不少呢。妈呀，师傅，两方便袋呢。我这有个奶油箱，还有啊，家那拎回来，你爸没吃啊？这个，哎，是不是搁这家拎的？还有两方便袋呢。说拿那头是周夕还不吃，我说也是。妈，这两天我领咋拿的咋的呢？我领周玉涵出去，他专门上那樱桃树找樱桃树人。那天我俩摘的，有点那。他那天拍视频你没看吗？要是吃的话，这树上他吃，拿回就不吃，拿回不要了。他手大劲儿，他吃不好。不吃了。葱炒鸡蛋，一会儿我再搁这锅给你炒点饭。不用了，你就炒鸡蛋就得了。饭也有饭呢，有我们有饭。我说要我整锅的。那你这黄瓜要炒黄瓜菜啊？炒了，炒了。我今天炒，我就炒。这十点多给我打电话，你回来做饭吧，我这不行，累的动弹不了了。我说你干啥了？这擦玻璃了，还累坏。反正还没用过出手，我说我炒，他说他整。你这米不也挺累的吗？我整吧。大葱都炒完。去呗。上楼望，又过点了。这到点又签到了。一个小时一千呢。妈一天工作可累死我。一天我看一个号也挣两块钱呢。哎，你给我取了。那个都不够三十了，不是你是不是给我取了？嗯，取给没给你啊？搁他那存着。在我那存，妈买东西不搁我那里使吗？嗯，搁里存。那啥，是不是上两天取的？嗯呐。啊，我说那里没有了，没有几块了。哎，一会儿你再给我这取喽。再给我整个蛋炒饭。今天又跟鸡蛋干了。嗯。我煎个鸡蛋，鸡蛋炒葱，又整个蛋炒，还有凉菜呢，这不也够用，也没剩的吗？烫手啊！你就吃那么点儿？我还妈，你吃吃点。我不吃，吃不进去，等待会儿。爸，你也不吃啊？不吃。这俩人都不吃饭。不是都不吃饭，刚吃完。你儿子起来也晚。那还没吃一顿去呢，我现在醒了晚点做吧，他也不吃，后完了画点虾，煮一个那个偏腿，就是鸡大腿完了又吃点那个苞米，我说这苞米你截着茬得了，别吃。你说不能吃那玩意儿，真小。你爸昨天先给他买三岁。天不听哎，老何，玉米糊的挺那个烂乎呢，烂乎也不好消化是吧？嗯，玉米消化。反正没吃那么多，吃一回一岁，完昨天他打球带走一岁，完了吃了半岁拿回来了，今天早上吃一岁。哎，今天早上那一岁吃没吃？我哪知道呢？挺吃。我上没上火？昨天我打电话。嗯。我们别吃苞米了，那会给他买那些面包也不吃，就说不爱吃，吃够了呗，我顺吃点呗，吃点那容易消化呗。我说给你蒸点鸡蛋糕也不要，是有点厌食症吗？不厌食，他好像这几样就老吃老吃吃够了。你以前面包他不得，这天晚上以前他不吃米饭吗？你还说以前什么？163点多了，掉的。以前他不是能换样吃吗？他那个腿儿，那鸡腿儿，那皮跟那肥肉都不要了。
我说你吃呗，吃不进去呗，说他是怕胖啊，是咋的？整不明白。这家伙我这一点点都给他夸一下，宰了，给皮扒去，他不要皮，吃四个鸡腿了，一天一个，哎，一顿一个，一顿一个。你爸给他买四个那个大偏腿儿也行，四个偏腿买买了多少虾呀？反正72块钱，72块钱。那虾吃三次得三顿了吧？虾好像吃三顿。完等那啥没吃，等那个面包跟肠不吃。不吃饭还得配合你开视频，怎么还卡了呢？我还一抽，这是葱啊，嗯，不是，没事，我吃的，嗯，我说我是毛葱，是那什么葱？小葱，小葱，搁手揪的，没切，切点儿。切这个它不就有连筋的那包肠，你说大口吃饭香。我那头窗帘没买的吗？赶趟今天要干啥，那楼要不干啥就搁那嘎住一冬，开春再过了，放了他关家不冷吗？放了他们说的地热，要是烧上地热，嗯，那些的嘎才出来，那你得浇全热。嗯，我爸说的。啥玩意得浇全热？那余热他也不给你放气儿，你。那屋也得比咱那屋热。那肯定的。呀，他要整上地面了，好像厚，他能那啥吗？我看看吧，不行就浇吧。嗯。不行咋了？不行就浇全热。这干啥就放一冬，控一冬。主要那头太冷，冷点冷点吧，要不他那个不放好了再住能行吗？你这你要是11月份八月不也放5、6个月，也半年了。那不是才装？是你不也丢半年？那你把算的呢？算开工的时候都算上了。哪呢？3月份开的工，5月份就结束了。你到11月份不是正好是啥吗？6个月，半年吗？就那个嘛，楼下那个，嗯，装完就住上了。这个，他那是门市啊？门市，假门市那个。那备注他东西没有啥吧？他主要家具味儿大。对，应该是。他没有啥东西。他们那边宾馆嘛，上这儿来了。嗯。老两口，就这个咱楼下的宾馆。没有啥那什么的呗，是吧？家具少。对，不是原先都是用过的那个。嗯。啊，咋不开了？好像是。不开了。嗯，宾馆好像不开了。我感觉你爷跟你奶俩整一个这小那门市呢。不租完了吗？是，我说要是你妈他们几口要住行。上一个租的。租完了。嗯，得下两个小学。你爷也告我了。房子租上了，完等收拾完了，完我说你这能不能过来？这过来啥呀？他说的，那小园啥的都得整，吃那什么刚下来。租啥呀？是车库还是？好像说户库。昨天问他告诉我，房子也不妥了，等那个7、8月前小园罢园的时候，我再跟你婶儿。你这房8月份到期。他说我再跟你婶儿俩过。8月前到期。啊，那他们8月接手。嗯。妈，我寻现在租的。没有。完了，他说的那个正好。那离公共学校还近呢。嗯呐。他说衣服都经过了。他说不来不行啊，干不了了。开春去年都说了，说你干不了就别拿了，那不听话呀。这回行了，这回咋还说来了？那天我去公俩说的。我不能干，我怎么的？不能整。园子来年不种了，就你奶自己整的。我啥也不能干了。我说你说你们俩，
去年就让你俩来，来你俩也不来，你说这姑娘还这么没完呢，说我奶自都我奶自己干。完、啊、昨天呢说的那啥都大圆呢，大圆就来了，圆子那个没啥了，就是现在种上了，你不能现在来。种几个圆子？就他自己家的了。一个还一个都有小圆吧，那个青菜啥的种的那个小秧子啥。你奶能来吗？好像种，他没到一定程度，他就不带来的。你看这回他咋来的？我妈妈六楼还上不去。肯定上不去。嗯。说六楼，我说肯定上不去啊。哎，都强干。那可告诉他，最近他上六楼。啊，那天来搁东西推呀。他可走不了了。昨天告诉我说的，这俩腿啊。两个腿都不好使了，我说你原先不一个腿吗？他说这哪有，原先就俩。说这俩腿都不好使，熊耳朵都堵上了。原先不一个吗？嗯呐、啊。俩都那啥？那有一个严重的。对，有个严重，那个一三个熊耳堵脸了。那这回都严重了。他那个只能说就是。越来越严重，不能说越来越啥。昨天我正好，我现在上那个上楼看看呢，完就回家了，跟老姥爷那嘎待。啊？看着了吗？先上他姥爷那去的。我去那工具两点多三点多跟周凤涛。周凤涛先下楼了，下楼我就没反过那个呛了，我说。下楼了，我说你早点回来玩一会儿就得了。后来他下去了，我寻思，那他走了，我上医院看看那个老爷子去吧。完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我说周文涛啊，你走到哪儿了？他说我走到森林大森林药房那了。啊，我说那你等我一会儿，我下去，咱俩一堆走。我说我去看看你太姥爷。他说那我搁楼下等你吧。完，我就穿衣服，我娘俩。他说走了走，我说这挺热的，走了走能行吗？再给你晒迷糊了。他说行，还挺凉快的，有凉风。走到万科龙了，我说别的了，咱俩打车吧。他说打车7块钱，我说7块7块吧，你没有啊？他说的有，我说有，咱俩先那什么，打车走。完、啊、了到锦江这儿，你说到锦江这儿下来买羽毛球去。昨天给他拿100块钱的买羽毛球去了，太费了。拿羽毛这个搁这嘎下来，我知道他坐在那儿还不许走。完、啊、他说，我怕他晒着，晒中暑了。完我说那你下来干啥？他说买球了。我说那你买球你搁这边买？他说这边没有。嗯，说的那个和运那边没有。没有。这嘎有啊，这嘎子有啊。嗯，我也是感觉。完，我说你还得走到那哪嘎子健身房呢？俱乐部卖。他们那都是专用的吧？我说他说的，要100块钱，我寻思他零花呢。反这玩意一溜就不好，反正你要带那么烤部分，还得煎还得硬。不是，你搞那什么几分钟热乎的软乎的就行。嗯，你说了，这两天不拜拜了？拜拜，拜拜。今天我妈没吃陪的饭。